老师走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女儿结局可惨了。哎，你别剧透啊！哎哎，干嘛？在看什么？来，给大家念一念。木可目光怨毒的瞪着七，七在一起的韩琦和傅新月。没收了。作业做成这个样子。女主傅新月看着就不太聪明，男主韩琦倒是个学霸。女儿木可好看，但是又坏又蠢。快结局了，都还没在一起，脑残作者，脑残文。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哎，醒了醒了，傅新月，你完了，我们都看到是你把木可砸晕的。哎呦，木可，傅新月，这名字，这是哪儿啊？木可，你脑子被砸傻了吧？这是学校操场。木可，傅新月是那本小说里的设定，那他，韩琦，你别太偏心了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在梯子上做了手脚，害新月摔下来。我。不是吗？木可，你好自为之。我们穿越成了马蒂索小说里的恶毒女二。我一个老师竟然穿梭成了恶毒女二，要想办法改变剧情才行。水桶你们收起来了吧？好嘛，本来想整傅新月替你出口气的。根据书里第三章的剧情，只要我不整傅新月，就不会还自己出城。对呀、啊。小心，你没事吧？哎，你们怎么回事啊？我们又不是故意的，反正木可平时那么坏，活该。难道剧情是不会被改变的？木可，再不学你都毕不了业了。去跟韩琦做同桌，让年级第一带带你。啊？怎么是他呀？谁要跟男女主纠缠不清啊？什么？坐过去。喂，你不会又在打什么坏主意吧？什么鬼？我心动什么？问你话呢。我要是再打什么坏主意，第一个该小心的就是你。女二对男主心动的设定，对我也管用吗？强行恋爱，看来无法人为改变剧情。这女儿可惨了，小心！难道剧情是不会被改变的？既然身为女二的悲惨结局无法改变，那我要想办法穿越回去啊！木可，你别想不开。之前你跟我和韩琦闹矛盾，大家是有点不喜欢你，但是后面都会好起来的。你是想安慰我，还是想气死我？那你在上面干嘛？没什么，我就看看风景。我不管，你跟我下去。我今天起色仰卧起坐，大家两等一组啊！对吧？又要提色，完蛋了！就只是天天提色。我们一组吧。这俩人，你们俩女生快点来这边一组。啊，木可怎么又插在韩琦和新月中间了？新月是那个惨吗？快点，准备结束了。一、十，加油啊！三，都认真数啊，别作弊。五，六，七。他好像也没有那么讨厌啊！救命啊！怎么又和男女主扯不清了？